言，这不是当前立法院内政委员的席位公开解释说明会，所以遐济委员同事吼，已经再三都甲张庆忠委员提醒，应该是爱辞掉席位，啊嘛讲真济各方的理由，嘛根据真济法律上的站出的讲法，啊嘛实际上面对着即马台湾的局势，立法院的处境，对你提出良好的建议。当然这中间有指责。实际上嘛有真正班，你家己鼓励，希望你会当是职位，顾国会啦吼，就救国会啊，顾台湾。所以我简单嘛是加几句话送予你吼，我只有而且会当安尼讲尔。张庆忠是职位，救国会，顾台湾。张庆忠是职位，救国会，顾台湾。张庆忠。是职位，救国会，顾台湾。张庆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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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职位。救国会，顾台湾。张庆忠是职位，救国会，顾台湾。张庆忠是职位，救国会，顾台湾。张庆忠是职位，救国会，顾台湾。张庆忠、迟昭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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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国会，顾台湾。真听啦，请你听下瑞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邀请